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咁啊內欄位置豐盛多彩啊，藍衫嗰只走前啲咧，仲有隻美滿星雲啦，綠燈亦都喺中檔走咗上去，出邊啊擲星光輝四隻馬快喎，跟住個第五位到啦，埋邊黃衫紅眼就有落足了，中間最佳拍檔出邊領航星心啊，綠衫咁啊內欄位置係慶萬家嚟噶，後邊嗰四匹啦，內欄紫色衫紅袖係麒麟啊，淺紫色衫橙帽尾三到咧就日就月章啦，後邊兩匹馬分別係活力多多啦，一咧就暫時墊後啊，好啦，接近千二米嘅段處啦，前面放嘅馬匹咧就係只美滿星雲啊，綠燈就第二位，澤星光輝係第三，霸住內欄第四啦，係豐盛多彩啊，第五位紅眼罩落足了啦，咁啊再後邊嘅馬仲有最佳拍檔慶萬家啦，後邊五隻日就月將，尾四位置領航星心，尾三內欄咧紫色衫紅袖係麒麟啊，暫時墊後兩匹馬仍然係活力多多，同埋嗰只咧就日日靚嚟噶，去到呢個八百米段處過埋咯。美滿星雲仲有少少嘅優勢嘅，跟住喺第二位係綠燈嚟噶，埋邊進佔第三啦，就係豐盛多彩啊！第四位中間就落足了啦，一路兜出邊咧，仲有呢只澤星光輝啦，內欄第六位綠色衫咧就慶萬家，潘頓嗰只咧橙帽就日就月將攞咗出去外邊已經係喳喳聲踩油噶啦，外邊上噶嘛，仲有活力多多後多層咧，麒麟紫色衫咧亦都攞埋出去外邊嚟衝噶啦，入正著直路啦，咁啊見到美滿星雲拋嚟咗個幾身位啦，已經中間位置綠燈上緊啦，外邊日就月將啦，慶萬家都追緊啊！最初仲係就活力多多，最後二百米到美滿星雲拋嚟咗一個身位，慶萬家外邊追緊上嚟，最初係活力多多，入邊仲有綠燈啊！接近終點，美滿星雲到唔到？中間慶萬家上緊嚟，出邊活力多多接近終點啦，埋邊位置美滿星雲，出邊慶萬家兩匹馬相當接近啊！活力多多咧，亦都係一個較後嘅位置，外邊衝上嚟啊！美滿星雲其實就一路佔先噶啦，慶萬家逐步逐步上嚟，終點前過唔過到佢啊？第三名係活力多多，第四名係綠燈這步啊！好，你跳出嚟，天天致富應聲彈出啊！咁啊，響佢外邊咧就紅海復星都快啊！第三位鑽石寶寶六三，第四外邊幾利大師，中間第五東風一號外邊辣得架勢啊！粉紅眼罩猛咁推嗰只咧就得力寶區啊！內欄淺藍衫仲有蒲俠超得啊！咁啊外邊位置啦，咁啊有粉紅帽嗰只咧就好呢只奮鬥紅財啦，中間紅運派彩啦，響尾三添啊！尾二藍衫嗰只係特工啊，暫時大墮後係喜愛善嚟㗎。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咧就辣得架勢響外邊咧就游咗上去啊！中間有紅海復星啦，內欄位置係天天致富，咁啊三隻馬就拍住喺前面走噶啦。再見到跟住個第四位啊，咁啊有呢只鑽石寶寶啦，第五位六三幾利大師啦，內欄淺藍衫係蒲俠超得啊，攞出去外邊有東風一號啦，掟出去外邊追嘅馬仲有特工噶。好啦，最後二百零米啦，前面天天致富咧都係識贏噶馬，咁啊佔先咗一個身位嘅紅海復星喺呢個第二位，東風一號外邊追緊上嚟，中間仲有蒲俠超得啊，最後一百米到啦。埋邊天天致富仲係佔先啊，但係東風一號嘅去勢相當勁啊！東風一號外邊冚上嚟贏馬，跑第二名天天致富啊，第三名咧蒲俠超得響中間，外邊係特工啊！結果今場賽事呢只東風一號咁啊縮情成功喎，咁啊外邊追上嚟而贏出呢場賽事啊！畢竟佢過往都係識贏噶嘛，咁啊至於跑第二名嘅馬埋邊咧係天天致富，第三名啊近啦，外邊特工大熱。暫時顯示係七，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前面快閘嘅馬內欄嗰幾隻啊，咁啊有呢只加飯快啦，中間咧就歡喜福星紅粉風彩啊，內欄粉紅帽嗰只就亞洲力量啊，而家走上去啦，出邊黃衫有傳奇大師，最出淺藍衫就係妙算歡騰啊，咁啊外邊嘅馬啦，中華叻叻埋唔到去，中間仲有星雲浩騰啊，尾五到啦，內欄就開心三多，尾四灰馬堅有利啊，尾三內欄藍衫粉紅帽合夥芙蓉啊，尾二六三紅帽係發財秘笈啊，暫時縮咗喺後邊先，係嗰只威武。冇勇區嚟噶，開始跑對面直路啦。前面放咗出嚟跑嘅馬咧，係嗰只歡喜福星啊。妙算歡騰就跟住個第二位，第三位有傳奇大師內欄，第四就加凡啊。出邊第五位仲有中華叻叻啦，第六位嘅馬外邊係紅粉風彩啊。內欄第七粉紅帽亞洲力量，再數後啲嘅馬有星雲浩騰、開心三多、合夥芙蓉、尾三堅有利、尾二發財秘笈啊。暫時墊後仍然係嗰只威武勇區嚟噶。好啦，過曬呢個八百米段處啦，前面歡喜福星放咗出嚟就一尾係。
咁捉噶啦。跟住第二位妙算歡騰開始係慢慢追貼啲噶啦。內欄第三位咧就有加凡啦，中間黃衫第四傳奇大師出邊咧仲有中華叻叻啊白鼻梁藍衫嘅後多層，等入邊嘅馬咧有亞洲力量，等入邊六三紅帽發財秘笈，等入邊仲有威武勇區攞出去外邊嘅馬有紅粉風采啊，最後二百零米啦，妙算歡騰咧就大隻啲嘅，睇下壓唔壓得住入邊嗰只歡喜福星啊，歡喜福星打翻上嚟啊，後邊嘅馬仲有加凡啦，內欄喘上嚟啊發財秘笈啦，外邊追咗少少咧，咁啊仲有隻紅粉風采，最後百零米妙算歡騰壓住咗歡喜福星，後邊嘅馬仲有內欄發財秘笈，中間亞洲力量接近終點，妙算歡騰都係大隻過嗰只歡喜福星咁啊，一路就壓住佢嚟跑噶啦，第三名嘅馬粉紅帽都係走入邊嘅，亞洲力量內欄係發財秘笈啊，結果今場賽事呢只妙算歡騰成功。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咁啊前面快閘嘅馬有文明之星、天竺貓走咗上去啦，外邊就有形有福啦，咁啊中檔位置仲有紅運大師深藍衫嘅，外邊咧咁啊紫色衫走埋上去，仲有顏色黃之出邊藍帽白衫快魚龍粉紅衫，中檔位置仲有為你鍾情啊，內欄粉紅衫係勇進當鋭啊，後邊四隻日日獎啦、電子兄弟、堅測群英啊，暫時電流好玩福星嚟噶，過咗呢個八百米段處有形有福啊貼欄放嘅，外邊走上去啦，顏色黃之啦，出邊仲有隻快魚龍啊。中檔藍衫藍帽第四位仲有紅運大師啊，內欄第五咧仲有天竺貓啦，第六位粉紅衫外邊嗰匹啊係為你鍾情啊，中間咧咁啊粉紅衫就勇進當鋭啊，文明之星褪啲喎，後啲先嗰啲等入邊噶嘛，有日日獎啊好玩福星嗰啲啊，入正最後直路啦，前面佔先噶嘛就係顏色黃之，中間見到響外邊咧有快魚龍，入邊上紅運大師，再喺入邊咧仲有形有福啊，後多層啊嘛，出邊上緊嚟係文明之星，中間再只日日獎啊，最後百零米啦。透出嘅馬咧，見到埋邊紅運大師最緊嗰只嘅顏色王子啊，後邊嘅馬仲有日日獎同埋勇進當鋭，接近終點，紅運大師終於都贏翻場啦！顏色王子第二，日日獎啊跑第三，第四名係勇進當鋭啊！結果今場賽事呢只紅運大師經過一場咁啊跑第二之後啦，今場賽事咁啊終於都可以重開勝利之門啦！顏色王子第二，一暫時顯示九。好，你一起步嘅時候啊，咁啊大家都平排約出㗎，快少少嘅馬有龍騰飛翔啦，外邊位置有紅利搶啦，中間粉紅衫仲有進黃星紅衫皇帝英明啊，響內欄位置仲有快錢啦，黑衫黃帽中檔焦點，外邊走上去紫色衫係八卦，後邊五隻奧華威威同寶寶，尾三藍衫藍帽係型到爆啊，殿後兩匹馬分別係街磚衫，粉紅衫嗰只咧係風芒勁路嚟嘅，過呢個八包啦，好多馬走喎、啊，外邊啊有八卦走上去，有紅利響中間，入邊啊。進黃星啊，咬住個第四位嘅馬內欄啊，快錢啊，第五位紅衫皇帝英明啊，再後邊嘅馬仲有銅寶寶啦，紅眼罩黃衫黃帽咧，仲有龍騰飛翔，外邊奧華威威啊，尾四黑衫係焦點啊，尾三走內欄街磚衫，尾二藍衫藍帽攞嚟攞去型到爆，掟大外檔追嘅啦，就係、是、風芒勁路啊，最後三百米啦，進黃星佔先咗，但係有半個身位嘅，中間快錢咧就已經追緊嘅啦，再見到中檔位置有八卦啦，外邊上緊嚟嘅馬有皇帝英明，內欄喘上嚟仲有街磚衫，外邊追就係型到爆同。奧華威威嗰啲馬，最後百零米，進黃星佔先一個身位，快錢咧追嚟追去都追佢唔到，跑第二啊！街磚衫跑第三，第四名嘅馬有型刀包同埋外邊奧華威威相當接近啊！結果真係跑翻夜禮咧，零舍醒神啊！呢只進黃星咁啊，把握到呢場賽事啦，咁啊結果就力壓快錢。至於第三名嘅馬街磚衫喺入邊，第四咧有。好，你一起步聰明到彈到嚟牌慢啲噶啦，前面快咁啊，好多隻走喎。內欄馬爾代夫數中間咁啊，無心睡眠喐日升，外邊火轉中間淺紫色衫粉紅帽，仲有魅影烈飛啊。最出嗰邊咧就美麗喝彩啦，橙衫仲有隻怪獸騎兵啊。內欄粉紅衫白帽就一代天驕啊。咁啊，馬林中間啦有致勝時機啦，尾五到咧就雪山神區，尾四橙衫精彩動力啊。後邊嘅三匹馬陽愛高飛啦，特別美麗啦，暫時殿後係聰明到彈嚟嘅，跑對面。直路啦，火轉就帶頭嘅，外面走上去啊，怪獸騎兵啊，跟住個第三位有魅影烈飛啦，中間第四係旭日升啊，埋邊第五就馬爾代夫啊，外邊位置仲有隻美麗喝彩啦，後多層嘅馬啦，一代天驕啦，無心睡眠啦，內欄橙衫精彩動力啊，尾四咧咁啊有呢只咧就係致勝時機雪山神區啊，後邊三隻聰明導彈讓愛高飛特別美麗就暫時墊後啊，過曬呢個八百米段處啦，火轉佔先少少嘅怪獸騎兵啊，跟住個第二位魅影烈飛已經啊。
咬住第三啦，分裂四五米嘅嘛，埋邊位置係馬爾代夫，外邊係旭日升啊，袁蘭坑好多位喎，橙衫嗰只咧就精彩動力，你哋個個都唔要難喎，掟埋出去嘅嘛，係無心睡眠啊，後多陣先見到咧就係美麗喝彩嗰啲嘛，好啦，最後三百啦，火轉咧就揈咗出嚟，咁啊精彩動力響入邊想偷位上，原來唔夠，中間位置未影列飛上緊啦，響入邊位置仲係只馬爾代夫啊，後多層嘅馬咧先見到怪獸騎兵無心睡眠嗰啲嘛，最後百零米啦，火轉佔先啊，咁啊但係呢個時候精彩動力又重新攤翻著上緊嚟，出邊位置仲係只未影列飛接近終點，精彩動力贏馬跑第二名咧就火轉啊，第三名未影列飛，第四名係馬爾代夫啊。結果今場賽事咁啊，睇翻前中段咧，好多隻馬都慢慢咁樣攞咗出去，而精彩動力可以沿住內欄咧，自己逐步喺一個好被動嘅位置一路上嚟啊！結果就拋嚟贏馬，火轉跑第二，微影。好嚟一起步嘅時候，保羅成全應聲彈出啊！電信巴打咧都向呢個第二位大家拍住啦，外邊咧幸運轉其實想走上去噶啦，中間位置咧仲有烈風啊，響內欄年少有威，外邊啊大眾開心啊，最出灰馬係禪勝寶區啊，馬林中間藍衫粉紅帽就好好心得啦，咁啊攝咗入去內欄咯，咁啊尾五位置咧就同舟共濟啊，後邊四匹馬進馬快車柏林探戈迎藍啊，暫時電流係嗰只保賢德德嚟嘅。開始跑對面直路啦，放頭嘅馬係嗰只保羅成全啊，跟住喺第二位係電信巴打啦，外邊幸運轉騎走咗上去第三啊，第四位埋邊係烈風啦，外邊灰馬禪勝寶區，中間第六大眾開心啊，白鼻高第七位就年少有威啊，再喺外邊位置好好心得啦，後邊嗰五隻啦，同舟共濟尾五，尾四啊進馬快車，尾三啊迎藍，尾二內欄有呢只咧就柏林探戈啊，暫時電流仍然係保賢德德嚟噶，好啦，過曬呢個八百米段處啦，放頭嘅馬仲係嗰對啊，埋。邊就保羅成全啦，中間係幸運傳奇啦，禪勝寶區外邊第三，中間第四電信巴打埋邊第五仲係烈風啊，再後邊嘅第六位大眾開心啦，內欄位置係年少有威啊，攞出去外邊咧有好好心得啊，再後多層啊進馬快車等入邊同舟共濟柏林探戈掟大外檔係迎藍同埋保賢德德啊，最後三百零米啦，保羅成全仲有半個馬威優勢啊，咁啊見到埋邊烈風啊追緊啦，咁啊再喺入邊幸運傳奇啦，後多層啊仲有電信巴打馬林中間追上嚟就同舟。共濟啊！最後百零米，保羅成全拋離咗一個身位，睇嚟呢場賽事都已經係贏緊㗎啦！跑第二名嘅話，禪勝寶區嘅中間埋邊追上嚟有烈風，出邊同舟共濟，保羅成全咁啊，再贏一邊啊！跑第二名係禪勝寶區，第三名咧外邊追上嚟同舟共濟，埋邊烈風應該係跑第四啊！結果今場賽事呢只保羅成全就係擺咗喺前面走，結果一放到底啊！咁啊，禪勝寶區係第二。好，你一開閘快快迎漏閘啊！前面快嘅馬咧，中間就移勁力快啦，響中間紅衫暴利如風啦，外邊啊包裝伯樂三隻馬比較快嘅，後多層嘅馬啦，第四位歐洲傳奇出邊黃衫，第五啊自強不息啦，中間藍衫藍帽咧仲開心湧區啊，內欄大眾勝利啊，標誌銀河大約尾五到啦，咁啊再見到外邊位置紅衫尾四喎，勝利才子啊，後邊三隻咁啊分別有明進福星快快迎啊，咁啊紫色眼罩星二龍啊暫時墊後啊，好啦，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放嘅馬咧就包裝伯樂啦，跟住第二位外邊係自強不息啊，內欄第三怡勁力，第四位暴利如風啊，內欄第五仲有呢只咧就大眾勝利啦，咁啊再見到第六位攞咗出去出邊咧係標誌銀河啊，等入邊嘅馬仲係明進福星啊，大外檔嗰邊歐洲傳奇啊，好啦，最後三百零米啦，包裝伯樂咁啊拋離咗一個新米嘅已經，埋邊位置怡勁力啊，中間有自強不息啊，後多層嘅馬啦，仲有大眾勝利啦，外邊勝意龍亦都追緊啊，中檔位置係標誌銀河。最後百零米啦，咁啊見到包裝伯樂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三個身位贏緊呢場賽事啊，怡勁力第二啊，咁啊第三名嘅嘛，自強不息第四名咧就要影相啦，勝意龍。多謝大家收睇啊！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即管喺下邊留言，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多謝大家。